你其实可能不知道我是第一次怎么见春春姐的。是什么时候？是在一个演唱会结束的一个 after party 的一个 party 派对上。嗯，他去参加了派对。对，然后呢？我也很惊讶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派对，就是一个聚会，然后第一次见。那我跟你差不多打平了。他参加 after party， 我跟他见面也就最多两次。不是，但是你们有交流吗？我们就是为什么有点尴尬，是因为我跟春春姐中间还有两个其他人。然后呢？每次我想去打招呼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要隔过一个人。你明白吗？就是有点。所以，而且她姐姐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然后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走。哎，我记得我那天是要走，是要去另外一个城市。对，所以我就坐了一会儿。那你怎么会去呢？因为是演唱会嘛。不是，一般就是他很少结束就走了。不是，他很少去应酬。他如果要去的话，他就真的是想跟朋友喝一杯，玩一下。因为那是单一的活动。哦。也是腾讯的啊，做的那个开火哦。OK， 那我明白了，那很不容易了，很不容易了，对，就是算很有交集的朋友了，就是已经算是感情蛮好的。对。